现在所装的是物种扩充啊。好吧，我们就抓河马好了。那每只，你看前面有一只河马，跟我一模一样。哦，居然加这么多，奇怪了。我靠，一发入魂，有那么好抓啊、哦？哇哇哇！河马大哥生气了，我打他老公，他生气了。这水果，哎呦，起来了！我靠，也太快了吧！有没有对这个产生兴趣啊，各位？你们有没有兴趣？你们是不是吃重咸啊？你们是不是都吃重咸啦、啊？顺便带一只回家好了。哇！秒杀！发现你老公要走了。靠！这个伤害量，这把枪的攻击很高。我都忘记我现在拿的是优秀的麻那个长管步枪，难怪麻醉之力这么的强。哎、欸，他快死，剩下三滴，他剩下三滴。哎、欸，他其实长得很像美和龙，哎，超像的。你看尾巴，扫把，哎，怎么还不吃？你这家伙居然不吃，吃熟肉吗？What the fuck? Holy shit! 哎，甘霖老师，不要 ！No！ 打他！甘霖老师哎！不玩啦、啊，烂游戏 ，RIP。算了，本来要带河马回家的，我看我们还是乖乖的去找长颈鹿好了。哦，鳄鱼，这个我可以，这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长脚鳄鱼嘛，对不对？潜伏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。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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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 ，fire！ 哦，加太少了吧？哎、欸，还跑掉哎、欸！他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他是鳄鱼，他不是男人。他到底是不是鳄鱼啊？吓到开始去咬别人是怎样？这加太少了吧！哇哦，等一下，那装填的速度真的是一流啊！我说 ，none， 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，好吗？我们赢了，我的回合啊！哦，它真的好大只哦！我记得我们方舟官方不是也有一只跟它长很像的吗？但是没它那么大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近看真的好大只哦！方舟的鳄鱼不是有两种嘛？一种是地鳄嘛，然后另外一只什么野猪鳄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只是不是也是野猪鳄，只是叫做巨型野猪鳄啊？太扯了吧！然后这需要安，看一下啊，知道怎么学？你们知道这只叫什么吗？长脚鳄鱼，猎食者鳄。喂、欸！这个模组不太对吧？我整个人悬浮在空中呢，是怎样？体悟心灵祥和哦，我已经起飞了是吧？我已经感受到，某个世界传来的波，那个能量波，哦，我已经进化了，浮在空中了这样子。哇，右键什么？欸、他刚刚右键往前唰一下，这样子没伤害啊！哦，吓人这样子，哦，这么凶哦！西键是尾巴，还有 CD 时间，有没有搞错？我 AK 十可以咬木头，
他的 AKS 跟 C 都可以拿来做攻击耶。C 也可以咬木头，但是没有东西。AKS 咬木头就有东西啊？有差吗？都一样的动作，只差按键不一样而已。而且他好像只有左键有伤害，他其他动作都多余的，你看他打不到。然后 AKS 键有没有？AKS 键也有啊 ，C 键呢 ？C 键咬不到。这 AKS 键，C 键也有，但是你要对到位置，然后重点是又有 CD 时间，超废的。我还不如左键比较快耶。唯一的差别在于 AKS 键可以拿来砍木头，其他的键就算你打到木头，它不会给你，有没有？这样给388个茅草，会给资源。欸，看到了，在那边。我们来看一下长颈鹿要怎么抓，是不是也是靠近喂食？我们可以喂它吃大便吗？它会不会吃香菇？猜一下 ，Hello， 你好啊，感觉是要射晕呢。他没有要我要靠近喂他什么鬼东西，完全没有。而且他看起来好平静艺人 ，Hello， 看得很小，跑了，还蛮快的。玩动保团体来了吗？千万不要，这边很危险的。哎，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差不多了，快乐嘛！哇，动作好迅速哦！这一只居然可以咬果实，欸，可是太高了，我看不到我人。可不可以跳？不可以。右键，右键是在干嘛？你的右键是在做什么？哦，右键是后扫后面这样子。Hello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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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，Good， 打死你！我用我的小犬拳捶你的胸口，大坏蛋！我打死你！打不死，血太多了，我是快死了。哇嘎，这超快！哇，我的，哦，救我！哇！哇，不可忽视啊！太可怕了！要走路好可爱啊，好像一只唐老鸭走路的动作，大概是蚂蚁雄兵搞混吧。对啊，就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是蚂蚁雄兵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吧，什么南方巨兽龙居然在这里。南方现在已经入侵到连沙漠地区都要开始占领，就对。哎，你不要等一下两边打起来，把我要炸的那只弄死哦。你看，还真的不要！我操！不！哎，别！